Hello，大家刚刚晚上好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一个，它是 AMCN 他们所做的一款游戏。它已经做了很多关于翌日系列的游戏了。对，其实我老实讲，我蛮希望它有另外一个翌日，也把它放在这里面，那个叫做《来自昭和年的呼唤》。其实我蛮希望它可以出现在这里的，可是。好像没有，它这边总共目前加上 DLC 这个翌日合集，它总共只有10个，对，加上这个新的 DLC 继业的士林超市，然后我看上面介绍，它是写说这将会是目前翌日当中最恐怖的一集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了，好不好？但就目前我看到一个很诡异的情况是，上面的时钟正在倒着转。那跟以往翌日又会有什么差别？因为其实到后面翌日，我觉得它就只是单纯的看到鬼吓人，看到鬼吓人，比较没有一开始看到那种震撼的感觉。哦，说实在的，虽然看到还是会怕啦，看到我还是会感到毛毛的，但是就是少了那一点味道。好，那我来看看这一次的到底有多可怕吧。我们就开始吧，Go Go。有 feel，那个时钟是真的在转动哎，哎呦，哇哦！一开始那么刺激吗？为避免被记忆吞噬，打烊后请尽速离开超市。哦，来见识一下记忆的士林超市究竟会有什么。物力细美，他目前17岁，4月17号生，然后毕业入学，所以他应该算高中生吧？照这样看的话。国中时所有精力放在剑道社上，但上高中后考虑兴趣和工作兼顾，因此第一份打工想选择在翌日超市工作。不得不说，会选在翌日超市这种不吉利的2个字、4个字，我真的觉得这家伙心蛮大的。一直以来，贵超市在我的发育成长过程中是一处不可或缺的存在。应征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回馈，有幸录取的话会尽快上手，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一员。个性活泼开朗，从小学习剑道，国中时期曾担任社团主将，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那一种会跟你讲道理，讲完道理后来跟你讲物理的高手就对了。很好，看来我们到时候遇到灵异的时候可以用物理了吧？不要瞎掰好吗？双亲与朋友都说我很会照顾人，对自己的体力、毅力很有自信，面对打工也全力以赴。明天放学后是5点到9点可以上班，六日兼顾社团活动，排班需要商量才可确定。OK，好，下一张，这叫日黑木黑木黑，对哦，这个是15岁，哇，更 UK。然后梦想成为偶像，计划存钱搬出去自己住，因此应征这份工作。想成为偶像是因为跟我同样叫木黑的地方住了很多艺人。哦，令呐，他这个放大之后那个解析度，我觉得不行哎。那不知道是我错觉，放大之后我觉得他解析度整个糊掉，令我有命中注定的感觉。翌日超市住在住家附近，上下班应该很方便。喜欢可爱的东西，觉得双低马尾是自己的魅力之作，呵呵。今天的客人记住我的名字跟长相，你让客人记住长相干嘛？问你给不给亏啊？兴趣是六法全书啊，阅读六法全书。所以你希望让客人记住你的长相跟名字，就希望他们问你可不可以亏，然后你可以趁机告他们吗？感觉这家伙蛮厉害的。有模特工作时，又要能让我排休，这个家伙我绝对不会选，好不好？墨黑是我绝对不会想选的家伙。录取通知书，所以他录取了这两个了吗？他两个都决定让他们录取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哇哦！等一下，我看过这两个第三集的翌日三的，我对他们印象很深刻。后面那个小鬼是翌日一的，那个小鬼还出了品牌是吧？那是什么品牌？冰棒吗？物理系超好用的书本，你是说那个打人很痛的那一个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操控人叫做物力，是刚刚说的17岁剑道的那个高手。哦，跟人讲道理，讲不赢就讲物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感觉他的手部的肌肉确实是有一点东西。
那个嘴巴亏亏是怎样？而且他走的时候好奇怪，他的手背，那是故意的吗？我总觉得上半身跟下半身有点不对称啊。在午夜十二点开有惊喜哦，真假的？哦，所以一开始那个时钟，他所用的时间是我们这边的时间哦，这现实的时间不是游戏的时间哦。哎呦，异日少年限时特价，好欢集！异日少年嘛，我现在才发现那是现实时间。哦，这个不知道是谁，还有人要走过来，先看一下他是谁。哦，奶奶你好啊。对，第一天应该跟以往一样，就是不太会有什么诡异的事发生啊。物力前辈，有人在喊他啊，原来是木小吗？木黑辛苦了，店长刚才说今日店里人手足够，希望我们先下班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回去吧。是，是我错觉吗？刚刚前面的时候物力表情还好，现在被木黑牵着手，我说表情好像变了，是我想太多吗？木黑，你这样会挨店长骂哦。嘿嘿，前辈想太多了啦，要是被客人看见怎么办啦？我不介意哦，所以木黑你是对物力有意思是？偷窃是犯罪，不然嘞啦。好，店长骂人了啊！店长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物力小姐，店里又有东西被偷了，要是看见可疑的客人，请立即告诉我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木黑小姐，上班时请认真点。是，呵呵。好，那你们今天可以下班了。那这样严格来说，我们是下班时间啦、啊。对不对？那你管他。前辈，我们走吧。这一个物力人感觉超无奈，笑死。哦吼，这是请村的整齐的一间卖场。请向物力小姐看齐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若发现偷窃及火速通知店长。头发用在后面，为什么要向他看齐呢？木黑，今天也辛苦你了。店长刚才说东西又有被偷了，真的吗？哎，前辈，怎么了？我不小心看见了。哎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想干嘛？我之前在打烊后检查店里门锁时，我真的看见了。看见什么？看见店长裸体脱光光在里面裸奔，是不是？有蓝色的手从店里伸出来，然后拿走店里的商品，像这样子吗？盗窃增加，肯定是那只手的关系。呵呵。蓝色的手吗？啊，讨厌啊，你好爱开玩笑、哦。你是说笑的对吧？说笑的对吧？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种事呢。前辈，一起回家吧。他们两个就这样抱在一起吗？木黑说的是真的吗？不好说啊。是我错觉吗？这是晚上是不是？
哎，好晚咯。已经打烊了吗？回家吧。啊，还要继续的往前走。好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然后我现在眼睛一直在乱飘，我在看哪里还有东西。Hello，Miss me。那个娃娃车是怎样啊？我们一走它就加速欸，好好笑哦。那欸，还有人把那一日娃娃带走了啦。Hello，那是什么？杰森吗？好像不是欸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什么鬼？可以后退吗？不行。啊，他还是一贯只能往前走这样子。什么声音？我好像听到什么诡异的声音。狐狸前辈，木黑辛苦了。店里又黑又可怕，我们赶快回家吧。我们快回家吧。然后要走过去抱他的手。噔噔。后面写什么？救命！什么声音？是谁在跟他喊救命？是不是？我很怕黑。目前好像就只有出现一些类似灵烧的东西。那个蓝色的手到底什么鬼啦？他在那边偷东西耶！明天的上架货品，墨黑。再等一下下哈，墨黑再等一下下。那个手真的很抢戏，不是我要讲。有没有看到偷窃是犯罪的讲你啊？那个手手，非常用。现在店里只有他们吗？那店长跑哪去了？我好可怕。我好害怕吧，我好可怕是什么鬼？前辈，快让我离开这里！他现在在暗示说我很可怕，其实我是阿飘这样子吗？你看，严防偷窃犯。我们快点去休息室吧。断电了是不是？镜子不见了。哦，哇，那小鼠还会自己跳出来炸死哇，一次跳4只，现在是在上演料理死亡是不是？潜力弱了，绑在后面，所以看来物力它变成这边的典范了是吧？啊，对了。我有跟店长说，请他把这张照片的模特换成你了。你是吗？因为你说过想当模特，不是吗？我认为你比我更加胜任。怎样？怎样？他号码，前辈人真好，前辈太好心了。我该怎么办才好？什么意思？木黑，你是怎么了？停电了。他又瞬间移动回来，而且他刚走过去，是我想多了吗？可是前面明明有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好。可是刚前面明明有啊，这边倒影有一个人。对啊，你等一下，他刚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倒影，可是前面的时候。前面刚刚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是有倒影的啊，所以它是怎样半人半幽魂，可以随时切换，是不是？你好，他现在是要来抓交替，是不是？丑时神社，为什么连这种东西都有啦？啊，店长不在这边干嘛？
厅长，门锁检查完了。啊，物理小姐，抱歉，让你留下来加班。蔡金元不是原本那个人哦，这个说法真有意思。所以这跟他说他看到蓝色的手有关吗？而且他的挂牌也不见了，他挂牌跑哪去了？让你加班，不会，没关系的。看到木黑小姐，请通知店长寻人启事。话说乌力小姐，关于木黑小姐，你有听说她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吗？哦、，shit！ 食物先受刑，一日超市店下班回家时失踪。所以哦，那他旁边的是谁？木黑小姐似乎从昨天就没回家了，今天他家人好像去报案了。这怎么会？所以哦，可是木黑他现在就在这里啊，他的眼睛，奇怪，我跟木黑。他的眼睛是被插入钉子吗？物理小姐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跟刚刚的丑时神社有关吗？这是草人呢、欸，这是丑时的那个什么丑时之女，他们在敲那钉子的那个草人呢、欸。我怎么会拿着这种东西？是失误的话，就由店里保管吧。好的，麻烦店长了。木黑居然失踪了，对哦，这个漂亮哦。